我哋坐車嚟到呢度係地下嘅停車場啦，跟住行入嚟呢度中港城，我哋搭電梯，我哋就會上一樓啦，麗景大堂。等呢，我哋搭嘅嗰班船係11:50，南沙，咁樣就停喺呢個9號位，咁啊準備啊可以去入閘啦，睇下先，11:50到而家為止，而家10:53，去咗成個鐘喎。啊！一陣間就會喺嗰度入閘啦。哦，咁啊，睇下呢度一個大堂，啊，冷氣都 OK 嘅。啊，今日出邊都好熱啊。座位少啊，所以我預備咗私家座位嘅，就係呢張凳啊。睇下呢間餐室有啲咩供應先。而家坐滿人喎，食嘅地方都唔係太多。船呢就遲了5分鐘開，看看隻船先，啊，都很多位置證喎。仲有樓上噶，不過如果要上樓上咧，就要補30港元一個人。啊，都有啲嘢食，不過都係小食啦，薯片啊、杯麵啊，咁上下啦。可口可樂啊，中文版啊。好啦，喺船上面嗌咗兩個魚蛋面啊，一個我嘅，一個媽咪嘅，都係公仔面之類啦，都唔錯喎，有一位啲漂亮姐姐送到埋嚟個座位度噃。呢個面嘅價錢係幾多咧？媽媽俾咗100蚊人民幣佢，買咗兩個面，賺翻40蚊人民幣。好，呢一隻船呢就中途站就停喺機場啊，接咗幾個客人啦，都係好少人，加埋啲新嘅客人之後呢都係疏疏落落嘅船咯。不過都冇所謂啦，咁我哋就坐得好輕鬆啦，咁啊可以見到機場嘅位置啦。幾多建設喺度進行中，大嶼山都變成一個城市啦，已經唔再係以前綠色嗰個大嶼山，淨係得寶蓮寺。而家多咗好多嘢啦，好事嚟嘅。而家開始，仲要行多80分鐘就可以去到呢個中廣東嘅南沙啦。啊，今日嘅天氣亦都係蒙啊蒙啊！原來呢度有地方放行李喎，頭先我掛住拖住媽咪啫，都錯過咗呢個放行李嘅位置，將個行李咧碌下碌下碌咗去我哋座位嗰邊，咁下次就知道啦，有行李架嘅。好啦，放咗我嘅行李嚟呢度啦，我就發現到原來有老鼠籠喎，船上面有老鼠咧係正常噶。當如果隻船上面冇老鼠嘅時候咧，即係話呢隻船咧有窿，船底有窿，老鼠都知道隻船會沉咧，所以老鼠都離開噶。所以見到有老鼠籠咧，係一啲都唔奇怪噶。咁當然啦，古代嘅時候就認為有老鼠喺船度先至係好事。咁現代又唔同啦，好多科技可以幫助去睇下隻船有冇問題嘅。咁但係為咗衞生條件，要捉老鼠都係啱嘅。而家咧進行一個廣播，就係介紹呢一個位置喎。佢話呢一個個船廠嚟嘅喎，不過都望查查都唔係睇得好真。
頭先廣播喎，船就快到咯噃，睇下呢個海水都變成呢一個噶，有點大黃嘅顏色啊！而家廣播就係介紹，唔知呢個係咩炮台，有咩歷史嘅意義啊，諸如此類。咩鴉片戰爭喎、啊？係、哎、講，不過講完都唔知佢唔記得佢講乜嘢啦。但係我見到好多煙通咯。就知道呢個已經變成一個工業嘅地方啦。哇！冇遠遠已經望到啦，高樓大廈，呢個發展得好犀利嘅城市喎。睇下呢一邊，剛才廣播了，就到了。現在廣播就說叫虎門大橋還是虎門大橋，我都聽得不太真，可以上網去搜查一下這個資料先。總之是一條大橋啦、啊、原來是南沙大橋，我已經看到個碼頭了。哎呀，還有水啊，上面搞什麼，上面有沒有水流下來的？見到啦，見到嗰個碼頭啦。哦，泊船啦，已經泊岸啦。OK， 呢邊就睇得更加清楚啦。啊，呢啲 feel 就比較中國啲啦。睇啲欄杆嘅款式同香港嘅都有啲唔同噶。哇，高樓大廈啦，睇下個碼頭喺邊。哎呀，太陽能指示，太陽能。然後呢，各位乘客你好，本客輪即將抵達南沙客運港，請大家南沙客運港嘅行李物品準備落船。我第一次嚟啦。未靠好碼頭之前，請大家坐好，唔好嘅係通道或窗口前。落船時請帶齊自己嘅行李物品。聽從船上工作人員嘅指引，依次序落船。本次航班得到你嘅支持同配合，使我哋工作順利完成。我謹代表全體船員深表感謝，歡迎你再次乘坐廣州番禺蓮花山港客運有限公司高速客輪。落船，唔知使唔使過海關咧？我諗啊，應該要啦。因為頭先我哋淨係過咗香港嘅出境海關，應該就要過呢個中國大陸嘅入境海關啦。好，過咗海關出嚟啦，睇下出嚟見到邊個先啊！成家人都喺曬度咯。